最近推出了一个最新的节目，就是呀，这是八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迷妹的男人八七 man。Yo， 这里就是八七 man，A.K.A 全民男神、全民老公、全民初恋、全民偶像，还有什么全民的，帮我在留言打上来。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看我的 YouTube， 是不是？我最近推出了一个最新的节目，就是过气网红。哇！过气网红呢，顾名思义就是以前很厉害的那些网红，现在已经是过气了。如何判断他过气呢？可能是观看量变少了，可能是没有什么人在关注他了，不然就是最近他炒不到什么好更新的新闻了，等等。好，你们如果你们有遇到过气网红这些人，或者你想起哪一个，以前一直看到他，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他的那些过气网红，给这个 Instagram， 好，就是我个人的 Instagram， 把他们的名字 send 去我的 Instagram 给我，然后我每集呢，我会挑选五个过气网红来分享给大家。过气网红谁是第一集的 top 5呢？快点按赞、订阅、分享这个 video 出去吧，然后把你的过气网红的名单 send 给我， send 去我的 IG 给我，我的 IG 是87man_life yes， 就在这里。所以期待下一集看到你，谁会是过气网红的第一集的 Top 5 呢？我们到时见。